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台长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老公1959年属猪的，看身体主要肝。59年属猪的。对的。哎呦，特征很像嘛，跟猪啊，经常好吃懒做。对的。啊、哦，肝有点肿大。哦。听得懂吗？他是有点。有点硬化了。是吧？嗯，要叫他特别大。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肝呐、啊嗯，经常这里会隐隐作痛。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是的，是的。人倒蛮好的，很仗义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他很热心的，喜欢帮助人。他怕老婆。怕我啊。哎，我一点都不凶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他身上是否有灵性？有啊，有灵性。哦。他有一个黑的灵性。黑的灵性，嗯，可能是他，我不知道他跟人家一起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有没有啊、杀掉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灵性，就是比方说猫啊、狗啊之类的。真的、啊。杀掉，嗯。没听到过。哎，你问问他看。嗯、哦。好吧，有一个像猫一样、狗的这么一个动物，老在他身边，在搞弄他，现在。是吧？哎，而且让他这个脑子啊，经常糊涂，主要是弄他的脑子，让他记忆力越来越差。哎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记忆力不好，现在。嗯、那要多少？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你给他86张。86张，嗯、我嗯，那放鱼呢？多少鱼？放生。放生，哎，放生。放鱼呢？对不起。你虽然你比较吝啬。但是你必须要放1600条鱼给他，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我都知道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！哎呦，节约的嘞！哎呦，老公稍微多用他一点钱，不该用的钱被他骂谁呀、啊？骂谁来呀、啊？嗯，谢谢谢谢。你好好改毛病啊！人不坏，你也是很努力的，很勤俭持家的一个人，所以你老公才听你话，管得他们紧得不得了。老公是手机你也要检查，来往的人你也要检查，但是也查不出什么东西。嗯、最后查出来呢，是肝不好。谢谢谢谢师傅。那就是他的业障比例高吧？业障是吧？啊，59年的猪。嗯。哦，业障比例蛮高的，要38。38。嗯，你叫他赶快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他过去吃荤的，活的吃的太多了。是的。太多了，嗯。哦，是的。好吧。好的。他人挺好的，真的很好。嗯，挺。哦，他。他今天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，不在。没在啊？嗯、你应该知道的呀。知道。他曾经有一个女的，他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以前的事了。他现在蛮好的。对啦，当然现在很好了。哎、现在很好。被你打都打爆头了，他还敢呢、啊？我打爆了一个头了。你老公啊，就是有此心没此胆呐、啊。明白了吗、嗯、别的他身上别的毛病没有吗？有，颈椎不好、啊、脖子酸痛。胃呢？胃不好。胃也不好、啊、胃下垂。哦、嗯、还有啊，他前列腺、哦、他有点的啊，小便多、啊、晚上有点的。是 的, 有点的、啊、已经有前列腺了、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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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了非常对。你叫他要多吃一点牛黄。牛黄、哎，牛黄解毒片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好的、好的，不要连续吃就可以了。不要连续吃。很好的，牛黄解毒完，因为人现在都有热气，嗯、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啊着急的那种热气，很厉害的，要把它吃，吃了之后人会比较压得住自己。
啊，吃火锅啊，什么都会有热气的，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还想问什么？我还问一下一个亡人，我爸爸。讲吧。多辰，明天的明，新旧的新，2011。成明。明。明。新。新新成明星。嗯。成明星，几几年过世的？2001年。啊。有人帮他超度过，我帮他念的，嗯，念了很多，嗯，我念了很多，眼睛不大，啊，对的，很小，眼睛很小，我像他，个子蛮高，哎，哎呦，脾气倔，活着的时候脾气很倔，他不想的，蛮老实的，就是脾气有点倔，倔，嗯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手道很勤快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阿修罗，阿修罗，嗯，那我还要跟他。你还想把它抄上去啊？对的。嗯，你看看你行不行啊？我行。啊，我们他念小房子。你还要给他念220张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爸爸现在跟我讲，他来看过你。嗯。你做梦做到过他的。做到的。是的。嗯，在阿修罗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好好念经啊，哦，你要消业障，哦，你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很倔不好，哦，明白吗？现在好很多。对的。学佛之后你现在老实了。对的。有点女人味了，过去像男人一样的，很硬的，很硬的。对的。谢谢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嗯，好了，那好好好念经啊，哦，我知道，好吧，我知道，好的好的，好的，你好好的帮帮你老公，因为你的命，哦，你老公今天不在，我讲给你听，嗯，你的命比较硬，比你老公的命硬，哦，所以你有点克他的，哦，所以克他怎么办呢？不是叫你跟他分开，嗯，克他的话呢，就是少去气他，哦，少去讲话就骂他，哦，因为一骂他他就约着就闷的，哦，发不出来，哦，就是克他的命了，哦，好好好，以后你不要骂他，哦，我不骂他，直接打就可以，哦，我直接打。谢谢师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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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